今天就弄这两个菜，我不说了吗？三菜一汤，三菜一汤，汤了。这凉菜不能吃的。我要汤，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？你听不懂人话。你想吃你推。这种辣椒能吃吗？我让你去烧汤，你听不懂话吗你？是，就长焦了。这有辣椒，二十斤不能吃啊！这个辣椒垃圾上火了。你烤个鸡头吃吧。吃鸡腿的，你就别吃鸡腿。那、哎、鸡腿不行吗？这上面有辣椒，没法吃。你要脸不行啊？你打人吗？打呀！吃完饭你打人？你真不要脸！你吃吧，吃吧。你整什么吃我？我再打一下吗？我打一下怎么了？我打你啊！就给他个鸡腿吃。你打不了你现在。你要脸吗你？我吃了饭，你在干？你是干啥呀？闭嘴！吃！你就给他留个鸡腿，你就给他留个鸡头，你把鸡腿给吃干净，吃完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快点！